双胞胎组合白兔中的妹妹 Yumi 曾卷入王力宏婚变事件，遭李静蕾指控是小三，让她气炸否认，还试图轻生。虽然声称要提高对方，但目前后续还不明朗。近日姐妹俩现身普陀山，被捕捉到在寺庙跪拜的画面。只见两人双双穿着大学 T， 搭配宽松印花棉裤，头戴帽子，相当低调，双手合十跪拜在佛像前，看起来很虔诚。然而网友的焦点全在两人衣着上，有人直呼他们穿着邋遢没诚意，而且还穿着睡衣，是对佛祖不敬，更直言佛不会保佑没有良知的人，一番批评在网上掀起热议。